今天是个美妙的夜晚，虽然我们素未谋面，氛围阴沉，音乐渐缓，每个人手都一飞又坚定，暧昧压力猛烟翻开剧本，我们故事现在开始，每个人介绍自己的身份，记录在面前的这张白纸。一位玩家身份有些神秘，像是某国的公主。第二位玩家是大道士，伟大的职责是拥护。第三位玩家扮演的王子，他和公主有冲突。最后所有人目光一向我，问我扮演的角色是什么，我看看身份说我是阳光开朗大男孩，阳光开朗大男孩。工具你太靠后了啊，他现在已经夹在了地心引力的中间。阳光开朗大男孩，阳光开朗大男孩。王鹤棣去哪儿了，这个问题应该问于书欣。阳光开朗大男孩，阳光开朗大男孩。我没有任何秘密，为啥知道什么叫孤卡吗？孤卡什么意思？